没有嘴巴，一个嘴巴长这样、啊。可是我原本想要盖个人柱啊，可是他人设很难弄哎、欸。梦想？那这人柱是谁啊？那个人柱就是那个本人啊。哇，谁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他电影虽然人全部都盖得很清楚，可是完全猜不到啊。就是那个意思，就是那个意思，这样子。嗯，这是谁盖的？阿皮盖的，什么意思啊？看一下那个环境，再看一下，应该是这个吧。好，应该就是这个了。这个好微妙啊，很有万圣节的感觉。什么意思啊？虽然知道两个人物，某一季我来盖的时候看到类似的。我觉得我这个很好，奇怪为什么这里会有一些怪怪的东西？怪怪的东西。哎、欸，方块为什么可以有两边不一样颜色啊？嗯？什么方块？这个太神了！什么怪叔叔？你们才怪！是怪叔叔啊？是可以改变单边颜色吗？没有吧？有这么强的东西吗？那不然这里那个怎么会行？那个是没有树皮的木头吗？等一下再问繁星好了。啊，是我的，是你吗？嗯，他说根据繁星所呈现的，应该是那个显示色彩吧，那个啊不完全吧，阴影错误，可怪。哦，我懂了啦。难怪是草，没想到怎么有个台湾。那不是台湾，像哦。我想说，为什么手上拿着台湾？拿着台湾，台湾你都看得出来，你太强了，有点猛。巧克力剩你了。嗯。好。今天的题目是你朋友的中二梦想。嗯，朋友，这样才是梦想。嗯，有来了，好，梦想回合结束。好坏哦，竟然还有附赠啊！所以现在是怎样？是谁是第一个吗？哎、欸，好像是我。他第一个是空白地图，可以点吗？所以要丢空白地图。哦，来了。哦，在这里。就我的。没有，他新出。什么？我在上课的时候从窗户带他出去。可是他怎么没有那个啊盖的人？有我盖的啊，盖的人要自首是不是？盖的人自首。盖的人是那个杰克。嗯，杰克盖的。这是夜王哦，马场夜王，你盖这样？谁？我没干过吧？你不会谷歌？难怪你说会被他骂。你在干什么东西啊？哎、欸，你得你两分呐、啊，还可以。这是我朋友的梦想哎、欸。好讨厌，懒吐了。哎、欸，分数要怎么等？按 Q 出来 ，Q 出来。Q 出来是不是？对，应该每个人 Q 应该就可以了吧？这个女的盖的还可以。你这什么东西啊？好笑！那男的爬上夜王啊？不会盖？夜你个头啊！不行，回我夜王不能忍。对啊。好笑了！而且为什么还裸体？穿红色裤裤。其实你都有查到有两个人，但是我不知道哪一个是。啊，这样你脖子也太长了吧？所以他的脖子断掉了。所以大家都给了吗？给了，给了。所以他没有，大家都给就换下一张，还要自己点。哦，我还没给，我没给。但、啊、是你还没给。那、啊、怎么给 ？Q 啊 ，Q 出去 ，Q。啊，给过之后那个光点会闪。每个人手上看一下，是不是都在闪？不行。嗯，也很神奇。杰克有吗？
这个行吗？太神啦！太神啦！太神啦！太神了！太夸张了！哎、欸，所以不会有看到最后题目，最后吗？最后才那个、啊。对。不但啊，这个怎么没有那个？这个就没出了，没出现哦。嗯，这个是我改的。那谁猜？我猜的。感谢订阅。小雨盖的，秋风猜什么？我猜什么？我猜是哦，这个好久了。还是怎么办啊？再一次看看，再一次看看，再丢会有吗？再丢会不会都到下一题了？太快、欸，直接跑到下一个。我猜那个啦，那个什么学生时代什么交男女朋友。哦。哦。想在学生时代交男女朋友。哎呦，不错哦，哎呦，蛮学生感的。所以都好了，我们才可以下一个。这个不错，猛猛的。还有人还没好吗？哇，偷看杰克给几分？你是不是很心虚？都给太神啦！很心虚，我知道。很心虚，很心虚，很心虚。所以他到底要怎样到下一个？作者，我是刚按空白键，我是按右键就跳下一个。我刚哦右键，按一下看看啊。哦，有了有了、哦、有了，有了学生时代交男女朋友，太神啦！太神！梦想学生时代可以交男女朋友，太神啦！啊，都猜好了吗？太神啦！还有都等完了，哎、欸，等一下这个也要、欸，这个也可以等哦。所以都要再按一次。哦，啊，这谁盖的、啊？这是我盖的，阿米盖的。就是学生，就是后面是一个教室的概念。嗯，哦，为什么桌子都要分两边呢？就男女生分一边啊。对啊，就要划线。哦、啊，然后会拿美工刀戳人。好痛啊！美工刀也太小了，那么小铅笔而已吗？我们那时候不是都用电板嘛，然后直接横切用咚的那种剁下去的。哦，咚！超贱！我没有说，我没有说美工刀刀片要伸出来啊。太可怕了！哦，太可怕了！哦、你们这个每天都血光开吗？血光之灾。下一个，再、欸、换下一题了。换下一题了，下一题了。小雨啊，吃都吃不胖，而且很健康，好可爱哦。所以这谁盖的、啊？我盖的，这是小雨盖的，这是我猜的。天天吃麦当当就有大鸡鸡，就有大鸡鸡，大鸡鸡，一百分，这太棒了，太神了，太好笑了，太好笑了。然后你看，穿郭府的、欸，哎，谁盖的？我盖的，我盖的。这个盖的旁边的那个打勾是什么？每天啊，每天啊，每天啊，每天哦。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开心。大鸡鸡耶，好壮！大哥哥，太神奇了。这是什么？要转到正面，要转到正面。哇！我盖的。哇！不要什么大胃王。大胃王爆了。垃圾食物。哇！那么的肌肉，你看不出来吗？你一定是盖的人，你太有黑了吧？都给你一百分，惨了，烂透了，变成大胃王了。哎、欸，拥有痛，我朋友的梦想常常听到，朋友的是不是？对对对对，朋友透明或者是时间暂停了。我有可以一次有两个拥有超能力那一题，那这个就算是一种超能力啊。这个是超能力、啊。哦哦，小雨会猜到哦，盖的其实还蛮厉害的，屌啊！这个是谁盖的？这一题是谁盖的？刚刚那一个，刚刚那是我盖的，阿比盖的。这一题呢？那我盖的是章鱼哥吗？章鱼哥，这个盖的比刚刚好一点。我觉得这个不错。想要时间暂停，还要隐形，可以看得懂这个哈，看得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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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盖，哎，他比我盖的很像哦。看不太懂啦，但他有写上，应该都懂了。哦，看不懂。对啊，那个写字要先扣一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哎，写字扣分，扣分，扣一分。好吧，先扣一分，先退一分。
这个可以哦，可以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是跟这个东西？母汤，母汤，我来解释一下。好，你解释一下。你解释，你解释。因为他说不能过，不能过嘛，要么就是透明过去，要么就是时间暂停过去啊。啊！你在想什么？刚聊天室也这样。啊！这猜的才不伤吧？这猜的怪怪哦。他不是冲过去吗？我看起来怎么看都像。母汤。可以可以可以。这是什么？哇！哇，好猛啊！畅销公口漫画家有没有？哇！太猛了！我朋友。难怪这么坚持，我朋友。个人签唱会，签唱会不会全裸？哎，那个宫口漫画没有一个像的，宫口啊，全裸啊。原本是要猜写真集，漫画里面有因为画啊，这边是画啊。哎，我刚看的时候没有，太烂了，太烂了。刚看的时候这边没有畅销，有没有？这边一堆牌子要买啊。太烂了，猜这个没问题吗？还蛮有问题的、啊。个人签唱会，签唱会，赚的好大哦！谁盖的？谁盖的？我盖的。阿比盖的。阿比盖的，好多白。开一场演唱会。鸟歪有没有？秋风。的朋友的梦想歪了。对啊，宫口漫画家嘞，怎么不见了？哎、欸，他可以不穿衣服唱歌、啊。哈哈哈哈哈！盖的还不错，我盖的，一个小声，整个盖的。个人演唱会哦，还有烟火啊！烟火、哦，这个是谁盖的？哦，杰克盖的。杰克盖的，黑色嘉年华。真的，黑色嘉年华。打烂嘞！是人在哪里？人没有落下烟幕啊！傻眼！我们痛了！可以揍他吗？拍打攻击哈！揍他吗？揍他！结果怎么会动啊？不见了！拍一下就没了，太大力了！这结果怎么会动啊？好恐怖啊！哦，那个是我射弓箭射到的。没有梦想问号。我还想，为什么？烂透了，真烂透了。好盖、欸，对不对？傻眼。什么好盖？看一个，下一个。烂透了，盖都不用盖吧？哎、欸，真的。没盖，好不好？这是秋风的，我还记得。你知道那时候我回头看到秋风在这里，所以我就把它封印起来。我跟你讲，哎呦，有猜中了，是不是？烂透，我还连人都猜出来了。小雨，你盖太多了啦！是不是？我也觉得。哇！问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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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问他。猜对两个字，我猜对两个字。杰克。搞不好梦想回来，梦想回来了。问他。没有，因为没有梦想了，没有，所以就问句，杰克啊。杰克，你说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杰克哈？我原本以为那个上一次火神那一个，我按一下就盖完，我想到有比那个更简单的，就是什么都没有，太扯了，太扯了，怎么宝可梦大师？这谁盖的？谁盖的？韩信，好可爱哦！你的宝可梦太好笑，这个要不要挖种子？就变成这样而已吗？甜蜜龟妙种子，好可爱哦！这个该不会是伊布啊？对啊，好可爱哦，有点厉害，有点像哎！我天哪，有点像哎，好像蚯蚓的，什么蚯蚓？好像蚯蚓吧？小虫，超像变虫吧？这个怎么那个拉瓦那个？太神了！你的奇，为什么要？为什么神奇？打错字！他吗？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大师球！大师球！只有大师球！皇冠！有没有皇冠？我盖的完美。这个大概只有一分而已，有没有？这个阿比。